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牙技师史泰迪。大家一定会想说，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就是我要准备出国了，我要去欧洲。现在我正在桃园的国际机场。那因为9:20要登机，所以我先去我们的登机门口，待会再跟大家聊为什么我要去欧洲。这是我的第一段旅程，要飞大约12个小时的时间，真的是超级无敌久的。在飞机上的第一餐，这一餐吃的是鸡肉面，然后有每一餐都会有一块面包，然后跟一些小菜。那现在是早上的9:00，还有一个小时才会到下一站。那早上是吃的是一个海鲜粥，但老样子一定都会配一块这个全麦的面包，完食。在飞机上呢，就是吃完饭就是赶快把口罩戴起来，因为全程都还是要戴着口罩，是只要吃饱饭就是口罩戴着。那我现在已经到了我的伊斯坦堡，就是要去转机了。那这是我们就是要先去往我们的转机的地方走。现在我们就是要去国际转机。现在是我的第二段旅程，就是我现在在伊斯坦堡，等一下要转机去马德里。是我的机票，等一下要飞去马德里的机票，但是因为现在很早，登机门还没有公布，所以在旁边等了一下。现在是伊斯坦堡，应该是在中东吧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现在旁边坐着等一下时间。然后昨天坐了12个小时的飞机吧，昨天晚上台湾时间差不多10点上飞机，到刚刚到，所以坐了12个小时，真的是超级无敌累的。那然后又睡不太好，因为飞机上有小孩，所以真的是很疲累。下差不多过半个小时之后，又要再去另外一个登机门，然后7点要登机。现在是伊斯坦堡的时间的早上6:30，等下7点要登机。等下带大家看一下附近的这边的那个观光，就是这边的东西啦。然后这一次主要为什么要会出国呢？因为刚好就是离职了嘛，就是12月初离职。其实这一次决定是非常仓促的一个决定，因为我12月份离职，然后我22号就搭机出来了，所以这一次是真的还蛮赶的。然后还有包含就是整理一些东西啊，然后还有台南的房子退租。上礼拜五退租完，我就隔几天我就出发要来欧洲，主要是因为想说要透过今年呢，刚好因为离职了嘛，所以就想说透过今年第工作的第三年嘛，因为刚好刚满2年了。那工作的第三年呢，我想要出去看看说自己的实力到底如何，然后也是看看外面的世界吧，就是增广见闻嘛，就看看外面的世界长得怎么样子啊，外面的国外的能力啊，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啊，还是什么？这是我这一次最想要出来的原因。那也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那个飞机票还蛮便宜的，就3万多块吧。就想说趁这个机会就出来看看，应该会很常记录一些生活影片，或者是记录我在国外的生活。不知道，还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生活影片呢、啊。我觉得今年就是一个算是冒险的一年吧，想说换换环境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不然真的是在台湾哈闷了很久，就是趁我还有失败的机会的时候，
赶快出来闯一闯，然后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长怎么样子，这是我今年最想要做的一件事，所以我就出来了。然后大家可能会想说，飞机上应该没什么人吧？我跟你说，飞机上客满，所以我才觉得说，哦，很累。我原本想说可以躺在飞机上面睡觉，结果发现根本不可能，因为超多人的。可能刚好大家都要出国去过圣诞节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超多人了。那我现在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些免税商店，然后我就要去登机门，然后准备转机去马德里。好，拜拜。这边是奢侈品专区，我就不带大家看了，什么 Hermes 啊，然后 Fendi 啊， Gucci 啊， LV 什么的，我就 Dior 啊，每个国家都有，所以我就不想带大家看了。我是想带大家看这种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我的是八点的飞机到马德里，就是 Madrid， 所以是在 D12。好，看一下，我爱伊斯坦堡，还有一些他们带大家看一下。伊斯坦堡这边的纪念品其实很多，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灯饰啊，然后五颜六色的。这个是他们应该是伊斯坦堡这边独有的这个地毯，还有各种颜色的那个陶器。再来就是我的登机门在 D12， 就是要往马德里的登机门。然后呢，就是超级无敌多人的，超级无敌多人。好的，现在是我的第二段旅程，现在已经在第二段的班机上面，然后等一下会再坐两个小时的飞机去马德里。这次刚好坐靠近，因为这次路途比较短，然后刚好是可以坐到靠近走道的位置。那如果说你是坐长途，像我昨天是坐12个小时的话，我就比较建议大家是坐靠近走道的，因为你才不会晚上你要起床尿尿的时候，你要把你左右两排的人全部叫起来，就比较麻烦。而且坐走道的话呢，待会等一下要走的时候也比较快，就是可以先走。好，那等一下再拍一些飞机的风景给大家看。这是我第二段旅程的早餐，那老样子就是有一块面包，然后欧姆蛋，还有什么番茄跟一些吐司，还有一个优格，然后这一盒怪怪的东西就是水，很奇怪的包装。还有就是配一杯六神汁，就是早餐，然后吃饱的话就可以再补一下眠。那还有三个多小时才会到我们的马德里。那老样子，就是好吃的东西嘛，就是把它吃光。那吃完就是赶快戴上我们的口罩。终于要抵达马德里了，顺利平安的抵达马德里。然后坐走道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赶快冲下飞机。这里就是出境的地方，那到时候会再跟各位说，来西班牙的话要准备一些什么资料和文件。那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呢，不用隔离。
Este. No, no son iguales. Pasa por aquí. ¿El espejo igual? Sí, vale. ¿Tienes que cuando tú拿到我的行李箱了。